带一杯热水。咬狗，咬狗，咬狗！啊，你现在跟我讲话，我才要走。哎呀！你好。Hello。来，那我们直接第一关好了。先稍微介绍一下你在剧中的角色，介绍不好的话，那就这样。我在剧中呢是饰演宁兰，他就是一个山寨大王，然后他非常热血反骨，并且在剧中找到了他命中注定的那个女孩。哦，不错。请进体开导吧，相处是最容易认识对方。那一分钟情境剧开始。如果心灵生理期来，应该要如何展现你的贴心呢？心灵，这边有没有热水？热水，热水是什么渣男？热水 ，OK。然后这是我从网络上帮你买的，可以暖在肚子上的。哦，这个不错。你不是带一杯热水？心灵，热敷袋。算算日子，这是什么？马卡龙。马卡龙过关。我听到那个马卡龙，我觉得很不错。马卡龙我也给这么长。这么喜欢马卡龙。好，我们第二题是：当喜欢的对象不小心在电梯里面放了很响的屁，该怎么掩护对方？理由哎。下一题，当女友沉迷于玩恋爱游戏，然后不理你，该怎么重获她的注意跟芳心？跟总裁约会要穿什么啊？想一下。宝贝，晚上要不要一起去吃饭啊？嗯，可是他比较帅耶。什么意思？你是用那个气泡音吗？但是我的那个。我的那个总裁是从 LA 回来的，他懂个屁、啊！他懂什么、啊？这种东西跟他把我总裁丢掉哎！他是二选一喽，不给。请你出题。我今天刚考到驾照，然后你是我的副驾，但是我还是有一点不太会开车，你会怎么做 ？OK， 走。啊？啊？等一下，咬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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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盯着前面，然后呢？红灯了，稍微等一下。好，好。你为什么刚刚要对我那么凶？没有啊。有，咬狗又怎么样？我不是已经踩刹车了吗？你为什么要那么激动？你是不相信我的技术吗？对不起，宝贝。为什么？宝贝，绿灯了。等一下，你现在跟我讲话，我才要走。先。P 档，我还知道 P 档啊？为什么刚刚对我那么凶？刚刚怎么可能会对你凶？可是你刚刚就是喊我，你就是大叫了。我刚刚是着急，我是担心你的危险啊，对不对？你是担心那只狗狗？你撞那只狗狗，那只狗狗可能会沿着那个窗户撞到你，那不就很危险吗？可是我没撞到啊，我没撞到之前你就不可以吼我啊，那个狗狗很安全啊。好，对不起。给他，虽然是我的错，但是你道歉了。哇，我没有玩过哎。快问快答吗？还是快问快答，快问快答。OK。因为里面有很多帅哥跟美女，看完之后说不定你就可以找到你命中注定有缘分的那个人，因为有 special 一人在。我国小的时候很喜欢 special， 所以我那时候就对伊恩有印象。小时候就很喜欢 special， 就是一个偶像这样子。也是比较以前，像是傻眼啊，好久哦。
康熙那个啥耶？母羊座的，遇到关于恋爱的事情就会很疯狂。我觉得会，因为就是很执着的这种感觉。如果这个执着的对象是我，就会觉得干啦，而且又是一个帅哥，这是好紧张的环节哦。我是一个慢熟的人，尤其就是我可以跟这个人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。但是通常可以遇到跟我没办法讲话的人，应该是蛮少的。对啊，他很会接话。因为他刚刚说他是慢熟的人，哎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因为我刚刚在休息室跟他讲很多话。可以一直跟我对谈的，然后想法差不多的人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人有缘分当我的朋友。如果真的很严重的话，就不用破冰了。自然而然的会好，就是会好。啊，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很厚脸皮耶，就是遇到谁我都想要讲一下话，因为我们感受一下，像超尴尬，超尴尬，我没有办法，我觉得这个，我也受不了这个尴尬的气氛。我觉得是很可爱的女生。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喜欢那个刮黑板的声音，类似这样，或是气球的声音啊什么的。但这些我都 OK。我不行的声音是骨头的声音，就是咔这样。咔。哦。我很喜欢唱歌，其实我们家是住在山上，所以你在哪边唱都可以，在自己房间也可以，可是我就一定要跑去厕所，我只有跑进厕所才有办法唱，我没有跑进厕所我唱不了歌。好 OK， 三二一，开什么车的男生对你有吸引力？可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车的问题。如果说今天真的是我超爱的理想型，就算他骑摩托车，我也是会爱他。那这个我们就当做一恩没有红线喽。好，我们继续惩罚。无论输赢，直接进惩罚。你应该听过这首歌，有听过，有。那一开始呢，就这样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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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然后一个花盖起来，哒哒，打开，然后就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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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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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